一门又乱来。刚才冰天雪地的，好像是南极啊！石斑鱼什么东西啊？你背后长了一只企鹅！你下去！摔疼了吗？他肯定是想让我们送他回家。心灵感应机，小企鹅，你是想回家了吗？嗯，喜欢画画，绿树漂亮，有眼光，这花这树都是本部带着看的。我要鲜花绿树，要有色彩的南极。有愿望就找我小弥勒，还有我神奇布袋巴蒂，祝你愿望通通都实现。冒险，等等，你的神奇道具总是出乱子，这次先找玲玲商量吧。不就鲜花色彩吗？我有100分，不对，1万分的把握，绝对没问题。可是，热呀，晕了，晕了。哎呀，企鹅不能在太热的地方。好吧，出发，冒险出发。何处扰你心？是弟子修行不足。哇，好像春天来了。巴蒂，我现在对你充满信心。好戏还在后头呢。神奇道具园林设计小人，用灵魂创造真正的园林艺术。园林小人为南极修建一个最美丽的花园。欧克，艺术之魂，给我指引。注意安全，和我们在这里等待奇迹吧。期待，期待。灵魂艺术，我的艺术之魂给我指引。Woo!
巴蒂的道具总算起作用了。帮助别人，让别人快乐的感觉真好。对了，祈愿企鹅去哪里了？哦，你一定是兴奋过度了吧？不高兴，没有色彩，没有鲜花，不是我想要的。对啊，虽然是园林，但是没有色彩。你们是在夸我吗？巴蒂，企鹅想要的是有色彩的南极。简单简单，小问题。园林小人给冰雕加上色彩，加颜色。我的灵魂之作是不需要颜色的。你出来，给我出来！看来得另想办法了。这点难题不算什么。等着，一定带回好消息。就是这样。怎么办呢？给南极装点色彩，太浪漫了。有了，海草的植物肯定可以帮上忙。玲玲，为你点赞。快出发呗。神奇布袋老人骑辅助力出发。小企鹅，布袋海草可以为你的园林装点色彩哦。喜欢喜欢。其实南极也是有植物的，一些第一苔藓和藻类都在这种极寒温度下生存。我们可以用这些红红绿绿的苔藓装点园林冰雕。我赞同，我也赞同。这是我改良的素粘苔藓，可以很快粘着生长。不过它们需要粘着在土壤上，所以还需要给这些冰雕喷上土壤。那。我和小弥勒来喷土壤，我负责粘苔藓，我也来帮忙，帮忙帮忙，开工喽！为园林添色彩，耶！可以用海草的植物催化剂让苔藓开花。小弥勒，你越来越有布袋老人的智慧。